想遇到遗憾，梦醒的时候心跳慌乱，是你悄声在我耳畔，前世的宿愿若未圆满就重来，悲欢镌刻在脑海，离奇时的轮转，苦乐都与你作伴，重逢并不是偶然，是我为你而来的勇敢。是只为你存在，我不怕命途多舛，只怕与你失散在人海，我不管对错黑白，你是我心中唯一答案，哪怕谁笑我极端，这是我情愿心甘。我要，我要，我要。时期彩云大地初开，六界应运而生，各处一方。说起小仙我待的这地界，那可是六界之中啊最为显赫之地，便就是位于这彩云之上，如今的六界之首，至高无上的天界。咱们这天界呢，可谓是众仙荟萃，百宫云集，各路大神各司其职。这其中啊，那当然少不了小仙所当值的姻缘阁。这天界的姻缘阁，那可是鼎鼎要紧，掌管着六界所有的姻缘之事呢。哎，俗话说得好，郎情妾意须搭桥，金童玉女靠牵线。每天我们这些姻缘阁的小仙会将来自六界各处的求姻缘祈愿文字采撷下来，变成祈愿牌，再誊抄到姻缘祈愿簿上，根据祈愿簿上的记载，为这世间所有的有情人呐，签上咱们姻缘阁独一无二的红线绳。我呢，就是咱们天界最至关重要的那位小仙子，专门啊为大家伙儿牵红线。阿彪，我都说你俩不合适了，就是不合适。婉娘，哎，小祥子，小祥子，小祥子，叫祥云，祥云，祥云，这好端端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怎么你一叫就成了凡间的小太监？祥云，不好了，红仙翁又哭了啊！你不要哭了，翁翁。去去妹，老朽若是再不能把出宫仙君签的姻缘，只有就怎样呀？就拆了我的姻缘阁呀！这怎么能行呢？我们姻缘阁可是肩负着凡间有情人的殷殷期盼，怎么能说拆就拆呢？到底是哪个宫的仙师啊，竟然如此嚣张，欺负到我姻缘阁头上来了？看祥云不打断内司的狗腿，给嗡嗡讨回一个公道。好仙神君，好仙神君，嗡嗡也是该懂事些了。神君这日理万机的，难免说两句重话，嗡嗡又何必往心里去呢？啊，这出空仙君到底是何方神圣啊？只听说过他三万年前亲手斩杀了魔头沧海，
忽悠六界安宁，但小仙从未见过他的真容。嗨，别说你了，很多人都没见过，上古大神神秘得很嘛。可怜红仙翁费尽心思为他牵红线，3万年了，他竟一门姻缘也未接受过，就连情缘也几次都被他躲过去了。果然是这个姻缘老大难呐！哼，可是竟下了铁令了，这个缘阁要是拆了，老小也不要我了。哎，嗡嗡！哎，要不这样，你们考虑一下，跟我学写命簿，我们转命四个缺人。你，我失职，我相信我被关牵挂呀。哎呀，嗡嗡，您别担心。这件事儿，小祥子一定会想办法帮你解决的。嗯。嗯。其实这事儿吧。小祥子，你一直是聪明伶俐。哎，其实我就觉得你一定会有办法的。小袁。嗯。啊。嗯。我就试试。好嘞。不是。话说，上古时期，3万年前，有摩罗、麒麟、地修三大神族鼎立于世。其中，摩罗主君沧海，因有无上神力，被尊为六界之首。然而天降神谕，说这沧海女帝终将成魔灭世，六界生灵涂炭，危在旦夕。但就在这时，一位气宇轩昂的英勇少年从天而降，与魔女沧海大打出手。少年不惜牺牲自己一半元神之力，终于将这魔女沧海一举歼灭，还六界安宁。我刚刚所说的那个翩翩少年郎，就是咱们今日签订情缘的男主，也是这天上地下最顶尖的人物，麒麟黄翼，六界战神，出空仙君。不对吧，就是不好意思，拿错。出空仙君啊，连个样子这么帅。哎，安静安静安静，这正所谓呢，龙游甜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今日咱们这个常年在神坛上的男人，终于决定要下凡了，要投入我的小仙儿的怀抱当中了。还在犹豫什么？还在等待什么？这可是你和出空仙君签订情缘的大好时机，不要等待，就在今日，绝对吃不了亏。我出30零食，五十零食，出一百，我出150，我200，我300。祥林啊，祥宇，你还真是个小机灵鬼，看这架势，没准儿还能付一些零食，再带红线翁和姐妹们去其他神域转转。够了是吧？好啊，大家跟我一起恭祝。这回10万零食。啊，外加一颗女娲石。怎么，还不够吗？够，当然够了。英石公主，从现在起，出空仙君就是您的了，让我们大家一起恭喜英石公主。
禀报护法大人，终于找到上古神器女娲石了，此石就在天界，只要我们夺得女娲石，就有机会复活沧海帝君了。护法大人，我们随时待命。随时待命。天界杀我帝君，屠我子民，将我摩罗神族视为六界的祸害，而今沧海帝君神魂将归，三万年了，我等这一刻已经等了三万年了。神君，摩罗族来势汹汹，恐怕只有战神亲自出马了。出空为了修复元神，此刻正在闭关，若要让他强行出关，只怕会被反噬。可是如今天界危在旦夕，众神安危皆系于仙君一人，我们不能再等了。就在这儿啊。景莲啊，本座不过小睡片刻，你便将这天界搞得如此热闹，还真是愚不可及，少废话。
难道他就是战神出空仙君？天降神谕，千年以内沧海复生。沧海复生，真的假的？神君，若转明司没有算错，天降神谕，六界恐有大难。神君，3万年前，出空仙君虽亲手斩杀了那魔头沧海，却因此损失了一半的元神，还丢失了那一战前后所有的记忆，可谓是代价惨重。此次仙君闭关失败，元神受损，再加上与那景莲一战，恢复越发滞缓，以战神如今的神力，恐怕这千年不过弹指一瞬间。即是如此，这六界灾厄，岂不是近在眼前了？可是好啊！诸仙不必担忧。即便那魔头再度复活，本座也有信心将其再次斩杀。既然如此，众仙卿何必如此杞人忧天呢？我仙界有战神出空，何惧那魔头沧海？如此，散了吧。出空，3万年了，你用尽了各种办法，可元神还未完全修复，这9981难，唯独没有情节。情节，本君知你最忌男女情爱之事，但眼下只有这个方法还未尝试。本君已命姻缘阁为你签订情缘，若能渡此情劫，或能帮你修复元神。神君放心，出空不会让六界出事。主公啊，兄长还是担心你。祥云，温温和李天王可担心你了。我没事儿。哎，对了，刚刚那个黄毛小子真是六界战神出空仙君啊？不是说他是上古神仙，已经有50000来岁了吗？听说仙君驻颜有术，说明他术法深不可测。真没想到这风干了50000年的老腊肉能保养得那么好。你真要给出空仙君和英氏公主牵红线吗？那上次嗡嗡说的话你又不是没听见，我们若是再不能给出空仙君签订姻缘的话，我们姻缘阁可就没了。只可惜了我那女娲石还没来得及好好欣赏就离我而去了。与其心痛身外之物，你还不如赶紧想想如何签订这情缘。仙君这神力，兴许你刚近身就被咔嚓。你又在想什么馊主意？
你可别再胡来了呀。这做好事怎么能叫胡来呢？我们只需对嗡嗡保密即可。等着我的好消息。香云，香云。干啥？哎，干嘛你？你幼不幼稚你？你居然敢偷上古神器，这可是你们镇阁之宝呀。洪宪翁要是知道你动他宝贝，准又要大哭大闹了。哎，对付上古战神自然要用上古神器啊，我都听人说了，即使再没有可能再没有缘分的两个人，只要牵上这牵丝引，定能为他们牵上一段牢不可破的情缘。上古神器。嗯。哎，既然都到这儿了，小王好歹帮你长长眼。快！这玩意儿有问题。啊，有问题。不是我刚才他哎，出空仙君何时最松懈，这你总该知道吧。你可以去陈星台碰碰运气，那是天地灵力最盛之地，仙君偶尔会露宿陈星台，吸纳灵力修补元神。仙君吉祥。姻缘阁的人来陈星台做什么？小仙啊，是来报答仙君救命之恩的。哦，是吗？仙子报答救命之恩的方式还真是有趣啊。刚才仙子就在本座身侧，若非本座阻止，仙子想干什么呀？小仙想。你以为你是谁呀？敢在本座身前放肆。仙君饶命，仙君饶命，小仙冤枉啊。小仙不过是看仙君形单影只，孤单寂寞，所以小仙想为仙君做一些力所能及之事，才会想要为仙君签订一份美满的姻缘。至于刚刚为何差点触碰到仙君的神颜，是因为小仙觉得仙君有些熟悉，有些久别重逢的感觉。熟悉？嗯。站起来。啊，给本座把头抬起来。
终于找到你了，小云。签订本座情缘，罔顾天规，亵渎神威。转本座的话，姻缘阁拆了。啊！姻缘阁绝对不能毁在我手里。若是完成了神君的交代，立下了功劳，不知能否留姻缘阁一条生路。不管了，拼了！仙君。千丝应该如何解呀？本座知道。仙君，这是要砍我手，还是要砍我呀？你猜呢？是再过来，我可就跳下去了啊！哎，仙君，你可好好考虑考虑。我若跳入这红尘井，茫茫六界，你可就找不到我了。跳入故障之中的红尘井，若是落入鬼界，无解，那可是极有可能殒命。你不知道吗？那便是落入无界、鬼界，也不能让你拦截。我，你别动！我可真的要跳了。那你便跳好了。嘿，我。仙君，我突然深思熟虑了一番，我觉得我们之间可能有些误会，我可以解释解释。嗯。其实没有必要。谢天谢地，是人间，是人间。我怎么竟能操控如此软萌可爱的两只小爪？等等，这难道是我力竭变成了一只老虎？野猪？你，初风仙君，初风仙君竟然投成了一只如此潦草的野猪，你，哎，初空啊，不是初空，初空仙君，初空仙君，你等等我呀，你等等我，仙君，仙君，放心，我绝对不会说出去。你变成一只野猪，野猪，野猪的事儿的。
本座的仪式营绝不能有失。要消除他的忌。嗯，走，忘了仙家历劫，先发解尸。看来得多拍点马屁，才能留住我这条小命呢。千金，千金。跟着本座，本座要回去。别动，本座拉你上来。来的就好。所谓历劫，凡胎死，仙身归。仙君莫怕，小仙定会誓死保护好仙君的。你再走开，不要坏本座好事。走开。放心，小仙一定不会让他们伤害您的。你给本座。仙君，不要。滚远点。仙君。滚开啊！仙君不要过去！别给本座捣乱啊！诸葛仙君，乖一点儿，不必逞英雄。表忠心的机会就在眼前，嘿！仙君，你现在总该相信小仙的赤胆忠心了吧？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待本座回到了天界，再跟你算账。本座不要形象了吗？
起你。